潮汕地区天气湿热，人们往往喜欢用一撮古清凉功效的草药止水来食，以达到清热解暑的功效。多极晒克的地区也不例外，人们想用的青草也未少，其中夏季晒用率上高的就是雷公根。一个长袂贵，外兴爱惜一支天开的好车，也有人觉得伊爱惜钱仓。事实上，雷公根非常普遍，各地拢有，而且各地拢有各地的叫法。咱潮汕人对伊袂陌生，只是咱觉得伊个外兴经常含客，所以叫伊做含客草。客家人叫雷公根，意思是这种草因春雷而名发，爱就是雷公埋到土底，落地就变生长。所以现在有个村民为了方便采摘，干脆就到家己来个菜地开辟一个角落，专门种雷公根。据了解，闽江接应雷公根的历史相当丰富，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古籍对雷公根的功效拢有记载。正因为如此，普普通通的雷公根都极晒客家人眼里成了宝，唔但当地人烧热解渴喜欢用伊，就连外出的极晒人也会时不时等到家乡采摘瓜皮，用伊热天时解暑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如果当后冷天或者是上火，我爸爸就会去找这种草来给我补水，给我吃，然后吃瓜之后煮红果会上好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人把雷公根当作菜食，这是推动伊清热的功效，用伊调养生理机能。像这位师傅就用伊来做衣，所以将豆粒剁作粗粒状，再将水沸的雷公根炖作一小炖一小炖，烧多一下之后再剁下一下，最后变作圆状，放入适量的清水煮滚，加少量的盐甲油就可以出锅了。就是讲内衣呢，别人普通的内衣爱松爱塌，唔觉得水会滴滴行少，了以后当时非常美丽回甘，到吸了口腔的感觉非常清凉清爽，了金华汤呢，小小接落去，搞完咱寒花闷闷，感觉非常舒服，非常清爽。而此同时，雷公根也可以用来煮鸡荷汤。紫河村相对比较简单。要唱点什么呀？